啊哈喽，我是雷哥，今天我们来继续欣赏王爷投稿的英文操作，然后这个王爷叫做黑武士，前面的第一回合应该是佐助打对方的西冷清啊。我们看到这个西冷清的话其实还是挺强的一个西冷天道勇者，啊，佐助啊就是像这个鹿啊，他说又出错，突然然后拍给对方分身，然后分身躲开，对方就有一个大招，直接上大招，这一个大招没有把佐助打死，但是佐助起来之后反大招把对方的清给搞定了，佐助的能力也非常不错。然后我们来第二回合，第二回合就是还是佐助，对方是还是西冷啊，这个就是慢慢可以出起来一个抓起来，哎，对方没有分身啊，没有分身，这次总共换大招，一个大招直接可以秒掉了，然后为了连招连完之后最后没有把秒掉，然后反而被对方一个秘技啊，是吧，召唤的一个哈马就秒掉了，不过对方的神力出现也没有高血劈啊，一个二技能戳一下就死了，而对方现在也是一个能量化成佐助，先戳戳三个戳，然后再扦插扦插一个旋转，哎，被对方给插起来了，再给一技能拉起来，再来戳猛戳，叫做一个一技能旋起来，其实这个这个疾风凝滞的一技能是吧，和那个叫什么其他比的一技能还是有一拼啊，但是其他比的一技能比他更强一点，是一的，然后已经搞定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回合的宇智波鼬，然后大战万花筒佐助，主要是这个宇智波鼬是个西冷，西冷打的这个万花筒佐助，这个佐助的话应该还是有点困难的。小左先丢个弓箭，对方丢的被插到了，可以往跑位，然后二技能戳过去可以戳到的，这就往走位是吧？慢慢的把对方给消耗掉，这技能飞过去，分身了之后，还有炎魔啊，他还有两个召唤啊，这个佐助很尴尬。再来平 A 插一下 A，差不多了啊。这个对方的佐助已经基本没得救了啊，没有分身，很尴尬。上大招，为什么不上大招？这么点血，一个大招就秒定了，还可以看个奥义终结画面，都舍不得开大。